3月12日备受关注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巨制《环太平洋：雷霆再起》，主创莱华，导演斯蒂文·迪奈特，协主演斯科特·伊斯特伍德、景甜、黄凯杰、吉利、蓝盈盈、于小伟、陈梓童等齐聚中国首映发布会。环太平洋雷霆再起，打响末日之战，升级后的四大全新机甲也在发布会现场炫酷亮相。男主角斯科特·伊斯特伍德则以完美身材秀起了中国功夫，模仿没在现场的另一位主演张晋。女主角景甜则在介绍角色之余，向女神观众们卖起了安利，因为这些机甲虽然外表刚强，实际上也都是萌萌哒。那个，我就是觉得那机甲外表特别帅酷，但是内心特别有正义感，特别善良，是一个酷与萌萌哒的合体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看，谢谢。景甜还在现场给男主角斯科特·伊斯特伍德当起了同声翻译，交头接耳不要太频繁呀，想要鉴定大甜甜英文水平有多溜，就只能等到3月23号走进电影院去看《环太平洋2》啦。